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虽然我不知你这阵的感觉，一张纸给平燕好不好？情绪很满哦。而且他这首歌呢，又是送给阿公的歌。一阵冷风轻轻吹过来，提醒阮这不是梦。桌顶的半包烟已经放半冬。无声的夜，使人心惊吓。无声的你，会使我心痛。一阵冷风轻轻吹过来，提醒阮这不是梦。桌顶的半包烟已经放半冬。明早阮上讨厌你对阮大细声，如今心内的遗憾，是你不再甲我梦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心内这句话我毋捌讲过，你是我的生命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只要你的眼神给我一点希望，我会永远甲你作伴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虽然我不知你这阵的感觉，但是我会一直唱到落下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何时才通解脱命运的拖磨？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虽然我不知你这阵的感觉，但是我会一直唱到落下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何时才通解脱命运的拖磨？等你醒来，犹如天涯。谢谢平燕啊，我们一张纸给平燕好不好？情绪很满哦。嗯，十一岁耶，对，对不对？第五关的魔王哎。而且他这首歌呢，又是送给阿公的歌。我觉得看有很多种情绪，一个是说终于这个魔王，对不对？对，拼到第五回合了，各种压力的释放，是是是啊，好一点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请老师来讲评咯。好，来，我们首先请雅文老师。平燕，我会觉得你的情感的投入非常的深，很深。我不知道你跟阿公的感情有多好，但是最起码听到你唱歌，够你现在的哽咽，我们大家都感受得到。然后虽然你的低音是因为变声的关系有点瑕疵，但是那个瑕不掩瑜，因为你给你们所在非常非常的有感情，两位都非常的棒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OK， 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秉彦呢，我觉得你是一个，因为其实即使是很就是成人歌手啊，就是在唱歌的时候，要像你这么样能静下来唱歌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
啊，这个静下来其实要有一个很深厚的一种情感跟体谅啊，就体谅爸爸妈妈一直帮忙，可能也会带来很多压力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互相体谅的一个过程啊。然后其实很佩服你，就是不管诠释什么歌都可以静下来面对，这一点很厉害啊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